厉害了，不想错过小明星大哥们每天精彩的内容吗？不管你是用手机还是电脑，赶快滑到影片的下方，看到右下角有一个红色订阅的字样，把它按下去那就对了。那订阅之后呢，这颗按钮就会立刻像现在这样出现小铃铛，小铃铛，记得这个小铃铛你也要给它按下去，就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咯。赶快去。炮红现在是红的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要的是红一家的心愿。台湾史上制作费最高的一集，只要通过这个考验，全部通通带走。戒律挑战到哪？今天您不想送礼物就说一下。刘畊宏戒律挑战，请准备。紧接着挑战第三关，好紧张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 ！Let's go, buddy, yo！ 恭喜大家！今天我们除夕特别节目，没错没错，今天会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时间哦。对，然后这个除夕啊，就是合家观赏的时间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都西家带眷，好可爱哦。还有一种是啊，这个王老五一个，哎呀，我们也让他来的。对对，不然这个孤单老人没有办法围炉，很可怜呐。刺激一下生育率，是的，希望他可以赶快生新二代出来。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参赛队伍出场，欢迎。第一组来喽！一开头就王老五，小钟哥，你出来跟人家凑什么热闹？你觉得他长得跟我有点像吗？谁要跟你像啊？我跟你讲哦，看到这三株有没有看到？高公心里面是不是很好想要？对不对？真的很想，而且三个都好可爱，而且都很乖。小炮虎现在是红的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哇，老爸，老爸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们今天其实是第一次全家一起来上，没错，欢迎欢迎，好可爱哟！而且我们厚脸皮，制作单位只说叫我们带一个小孩就好，大家都带一个，那不说不行，我一来就三个，对对对，当然，不然带一个还要请保姆，而且他还不加价哦，跟我们够意思哦，谢谢谢谢，我都多一个起码多两万，没关系，我们不加价，不加价，咱们就加红包嘛。怎么样可以得红包呢？对，要讲吉祥笑话哦，鼠年的，通过宪哥叔叔的一个访问哦，哇，这个好难哦。来，鼠年，哎，有没有要跟大家拜年的啊？也要祝宪哥，祝宪哥，祝大家叔叔鼠数到鼠前鼠到手鼠八软软。手发软，不是数钱数到手发抖哎，发抖也不错啦，不错，这个不错。来，小泡芙，第二名是小泡芙，来，你有没有要祝福我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好可爱，好可爱，祝福他整个僵化了，讲很多吗？那你先跳过没关系，好吧？三三，有什么要恭喜发财、祝福的话没有？鼠年吉祥。哦，鼠年，鼠年，棒！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好懂事的孩子哦，懂事的孩子，对，知道来这边要拿通告费。你想好了没？你想好了吗？泡泡，好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。数一数二，哎，很好，属于你，属属于你，哎，小朋友太棒了，拿红包来。一人来一包，一人撕一个，随便摸，看你要哪一个都可以哦。用力，好耶！拿来看一下有多少钱。哦，来，我们来先看看，看哥哥的，圆的，好兴奋哦！圆的，快看能不能。
七万，雨山拿的600块，恭喜哥哥，哥哥100就100，姿势随你摆，倒出来，倒出来。倒到手上，帮你看哈，我们怎么这么没诚意啊？106，108，108元，存起来哦，要存起来哦。泡芙拿到多少？200，不止不止，来算一下，300，哎，结果没想到雨山拿到一个600。300里面还有，还有，有，360元，恭喜发财！第二次要来拜年的已经来了，欢迎白宫一家。哎呀，来了！哎，咚咚咚，白开水，白花油，还有我们思雅。这个跟我们去玩很大的，对，你看看到中间阿伯有没有？哇，那一天呢，跟我黏得可紧了。真的假的？看到小朋友，那没办法，我还再生两个爸爸，再生两个。太饿了，来这个比较可爱，人家基因比较好。厉害！来，白开水拜年。今年超开心，仙哥，叔伯。你能开心一点？一点感情都没有，你就不能用一点感情？祝你阖家平安，新年超开心，仙哥，苏巴拉西，苏巴拉西，Sandy 姐，三八嘎贝西，Sandy 姐，大衣苏皮。来什么？来自己，哎，哦哟，不错哦，这个练好了，讲完了，很棒，谢谢。来，该你了，还来。白花游泳要讲吗？新年快乐。你自己还要教白花游，你还要不要跟？快点，有红包，红包。要不要跟宪哥阿伯去玩很大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不去啦，去好好玩。给他去，他知道吃到苦头了。我们上次去哪里？我们去宜兰。宜兰对不对？宜兰对。要不要再去宜兰？跟 Bingo 一起。以后演艺圈可能就是他们的天下，对呀。新二代们，新二代对不对？这不得了，这个啊，看到这么多小朋友，会不会很喜欢？好可爱，而且刚刚在后台的时候，他们就直接冲向宪哥。是啊。那感觉超温馨的。台下比较对，台下的台有点确实了，对，但没关系啊。通通有奖，好吧。来，白开水领红包了，来，自己挑，来，这里超多的，你可以拿高的，你最高你可以拿高的，摸一下感觉，我内行的用手去 touch 一下哦，这么小就会摸牌不容易，好，这一把用力，好，就拿了一个他没有摸的，来，还有你，妹妹，你要这个吗？好，拿下来，来吧，OK，中头奖了是不是？来，开水，来，打开，大家看看，100、200、300，里面还有吗？还有，今年零用钱就三百六，360，这个小朋友真正就拿去就自己的哦，相信爸爸妈妈的鬼话，什么帮你存起来，没有这种大赛给你，不交水电费，没啦，多少？来，哎呦，六百，七百六了。谢谢，好，新年快乐！来，欢迎他们进入座啦。恭喜你呀！恭喜你！数钞票队来喽！欢迎！怎么会是你？对。也该让孩子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爸爸。不要这样子，过年呢。而且他们两个还给我穿红的。对，还在一起。因为以前我孩子生出来，他说：“跟黄根威蛮像。”他孩子模仿你呀。对，所以很像。哦，对 ，OK 了。但是你们家三个对不对？三个。今天只带一个来。皇上好，来。你好。来，有什么要拜年的没有？吉祥话，快点，准备很久。有红包，这个是很皮的，你仔细看那个眉眼之间。哦，真的，我刚后台就已经领略到了。小朋友都这样啊，台下一条龙，台上一条虫。聪明的
在讲话，这个打哈欠，他还打哈欠呢。哎，你有去熊烈见过啊？对呀，有，他很熟的。来来，请你讲啊，讲啊，你讲嘛，讲，叽咕叽咕，你讲啊。宪哥阿伯拜年拿红包，拿红包。哎，来来来嘛，你讲嘛啊。没有，他刚才很皮的。哎，他后台很皮啊，在后台又害羞，害羞，还要一下。我觉得可能要他怎么熟悉一下环境。他只要一被关注，他就会。要不然我们等一下再来补。再问他也是，他可能要先让他热起来。宪哥，一样，那新年嘛，我们就给你抽一个红包，来，这边好多，你随便拿都可以哦。哇，这个好像很多。哎，你看那个，我的给，我的给，我挑红包很认真哦。要那个吗 ？OK， 好，试一下，来，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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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 ，OK， 好，来，赶快来看一下有多少钱。哇，我们这哇，三百六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哎呦厉害了，数钞票队还有一组人马来到我们现场了，欢迎他们。到底是谁呢？哎呀，小布丁啊，这个今天小李之类，哇，这个活泼了，这个活泼了，厉害。来一个消音的，这边来一个扩音的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这厉害。刚来一个消音的，这个现在来一个消音呢。哎呀，小布丁几岁？你好。我九岁了，你九岁，一张很高了哎，一个人就代表六个小朋友的话，对对对，超强的啊，吉祥话拜，讲看看，讲看看。宪哥工作数不完，数一数二综艺天王，还叫综艺天王，说得好，说得真好。再继续说，还有现在欠你一包了，还有一包一包，再来再来，还有再来再来，多一点多一点，不一定要有。祝宪哥新年快乐。哦，好，欠你两包了。哎哎哎，自己有自己有，多讲几个，多讲几个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很好起哄。有想讲的都可以举手哦。来，白开水，白开水讲了。你说，孩子们语出惊人，让吴宗宪心花怒放。小布丁，祝宪哥鼠年旺到年尾。牛年就没有，2021年就退休了，是吧？不要乱来，小朋友随便乱讲，你就给红包，这不行，那数不完。想讲的都可以举手哦。来，白开水，白开水讲了，你说，你说，还有什么？新年写给你春联，驱赶年兽一级棒。哇，太棒了！来来，随便吃一包过来。好，好了。来，白开水这个给你。来来来来。我驱赶年兽一级棒。你这驱赶年兽一级棒，这不就是纯粹要把宪哥赶走吗？哎，又360，又360。恭喜。布丁又有了，小布丁。祝宪哥鼠年旺到年尾。鼠年尾而已，年头去哪里了？鼠年旺，然后旺到年尾，牛年就没有了，2021年就退休了，是吧？牛年在永远。哦，对对对，三包了，三包，三包，来来抽起来，抽起来。哎呦，好可爱 ，Love me forever 呢哈，好好好，你拿到多少钱？看看哦，很会讲，就有两三个红包哎，哎呦，600的啦，哇，600，一千多的啦，阿文，破千了，破千了，100多的，哎，108，加起来1000多块了啊，哎呀，恭喜新年快乐，彤彤今年也是刚去年当妈妈，对，辛苦了。等于今年第一次要发压岁钱红包了，然后看到他们有慢慢就长大，现在才1岁不到嘛，是的，刚一岁，刚一岁，满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当母亲才知道说养儿方知父母恩，对，对不对？在家里面看电视的这个各个家庭啊，然后看到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在一起，人世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幸福的，对不对？同时我们要让很多这个世莫忘世上苦人多了，还是有很多很辛苦的家庭，我们也。祝福他们，大家都可以身体非常健康。宪哥，小泡芙要说，来来，小泡芙，泡芙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来来来，你跟叔叔说。小孩说不完。
小孩数不完，这样子好吗？嗯，那现在红包全部给他，来来来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红包，这个是封口费，不要不要不要乱来，好不好？小朋友随便乱讲，你就给红包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个要粘回来，什么小孩数不完。都给你，没有这样子的，你出尔反尔了。来来，再试一包给你。给你一包。还有想讲的吗？哎，快点，雨珊，雨珊。我这个用你啊，布丁，布丁来，布丁，布丁，你已经有一千了。一定要用这个利诱，还有什么？祝宪哥桃花数不完。哦，这也很奇怪。桃花鼠冠，你们这些父母亲。桃花鼠冠，这个讲的不好，这个没有。哎，恭喜，来来来来，没关系啊。这小布丁一下子叼走了四包。对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我们后面的单元都没有红包可以抽了。还有什么问题？我们马上来看看家庭圆梦计划。制作单位事先调查家庭各个成员的心愿清单，每个家庭由爸爸接受挑战，过关家庭即可得到心愿礼品。好厉害的第一组刘跟红一家，是的，来来来来，这个小朋友在这边，嗯，然后呢，这个家人呢，难免呢，到了过年的时候，都心里面有一些愿望，我想要得到什么，想要得到什么，我们今天一并把这个清单列出来，是的，只要通过这个考验，直接把全部通通带走。哦，天哪！我们制作单位也是用了很大的一个冒险，对，我们还真的找到他每一个小朋友要的东西，真的都准备好了。我们现场就打开来看看，好吧？来来来，看一下，他们要的是同一家的礼物心愿。哎呦，单有 ，Oh my god！ 背负着全家的心愿，刘根红能否完成使命？台湾史上制作费最高的一集，只要通过这个考验，全部通通带走。谢玉挑战到哪？到东的，进去你们不选，送礼物就刷一下。只见。叔叔要的是哈雷重机啊！哎，真的来到现场了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婉菲姐要的气炸锅，哎，这个妈妈最爱了。这个比较实际一点哈。旁边还有哥哥要的 iPad， 谁要的 iPad？ 你看他笑的这样子，笑的 iPad 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旁边这个是我们鱼山要的公主风脚踏车。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就是我们小泡芙想要的芭蕾舞衣，好，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VCR 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怎么样的练习 VCR 规则？嘿，哎呦，新年挑战，戒欲挑战，哦，原来这个东西叫戒欲啊，这不是在夜市会有卖的那个？是不是？对，就是那个，我就请老师来教，告诉你的挑战是什么。哎呦，这还有老师就对了，是吧？没错，那我们直接示范这一招给你看，好不好 ？OK， 因为这一招的话是前面三个衔接起来的，所以这两个其实不太一样大，但是一大一小。那这个就是大米，大米，对，这个的话是小米，那中米呢？中间的米就叫中米，哦，就这个叫中米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那世界一周一次是说做大米、小米、中米各一次。还有差一个动作，我来示范给你看。好 ，OK。我们有到小的，到大的，到中的，进去叫做世界一周。好难，好简单哦，对呢。哦，没错。我不想送礼物，就说一下。这连续多难，这人家弄多少次能中一次的？其实玩这个是不一定要穿无袖的。跌到床稍微微蹲一下，哎，没错，我是不是有一点点天分啊？有，我有兴趣这件事情了。那再来呢？中敏是不是？中敏，中敏，像是这个样子哦，一样，记得微蹲一下哦。好，中敏会比较难一点。哎，哎呦，哇，太难了。不要，不要，先不能吵，这个专心的。再来，再来 ，OK。
词就先去忙。但最后还要插这个洞就更难了吧？我先示范一次给你看。哦，我知道意思了。你现在要这个球要这样子上来，直直的上去，直直的上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这样插它，没错。OK， 这也是要蹲吧？当然，当然，用全身的力把带起来。哦 ，Yes。三次，我发现我真的是有这个有天分，有天分，有这个天分哦，各位，骄傲的脸出现了，有天分，这个东西有意思，哎，怎么样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欢迎加我。哇，很认真练习耶。只有剪这么一天的不错了就可以了。我看到那个画面啊，在这么多的小朋友在旁边，看到爸爸妈妈的一个努力，对，有没有看到？以前自己一个人，我们一个人活，全家就活了，是不是？现在不一样，要带着妈妈，真羡慕小三个小朋友。对呀，家人的期望。来，小朋友给爸爸加油！一二三，爸爸加油！一二三，加油！对老公最了解了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有机会吗？哥哥就问他说：“爸爸，你觉得你有几成把握？”然后另外一个小孩就说：“大概只有一成吧。”一成那也是十分之一啊！刘根红准备闯关。刘根红监狱挑战第一关，小明两次，请准备。紧张啊！一次。多一个，多一个，多一个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。好，第二关，大明两次，请准备。我都冒手汗了，好紧张哦，好紧张啊！好，重机骑回去。哎，制作单位也很紧张，因为礼物对是我们等了蛮大的负担，一个制作费。好，来第三关，钟敏两次，请准备。是爸爸加油！爸爸加油！没关系，失败。那边有六只很失望的眼睛。爸爸是博啊，爸爸失败了，没关系，我只拿走哈雷机车就好。哦，
还有其他的礼物。你继续往下，你继续往下走。现在哈雷机车已经我们拿走了，各位，台湾史上制作费最高的一集，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做节目。还好他没中。哎，好，请接着挑战第三关。手机被拿走，你们还有机会，你们还有，你们还有，你们的礼物都还在。加油，加油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你看哦，我要讲喽。来，小泡芙，赶快祷告，赶快祷告。好，加油，爸爸加油。第三关，钟鸣两次，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加油！太紧张了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加油加油！好想退通告。还有，我们认真了。你数钞票数到手发软。过年这么快乐，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？我好久没有接，好久没接通告，我都哭了。我们才紧张呢。好，来。第三关，钟鸣两次，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哦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。快有，快有，有。只见两次，来，请 Q。等一下。第四关，只见两次，请准备。请挑战。压力好大，这个音乐太讨厌，好讨厌，压力好大。空气凝结，没事，这样还可以。空气凝结。薛小可行星按摩椅竟狠心出卖儿子，他们要的就是天王按摩椅，十几万哦。小朋友，这两个乐高。足球挑战，脚背15下。想要的天王按摩椅，太难了，脚背踢球。正式拿走刘德华。再怎么样，你也应该是拿了。拿什么？拿什么？自己用。赞！哇，这个音乐太讨厌，好讨厌，压力好大。空气凝结，没事，天龙九段，空气凝结。一次，有。加油！把那个心摆到奇怪快乐。哎，恭喜那个，就拿走 iPad 好了。哎，等一下 ，iPad 是谁 ？iPad 是雨恩的啦。先拿走气炸锅，拿走妈妈的。妈妈的气炸锅不要了啦。但是，但是 iPad 可以买5、6个气炸锅。好啦，过年就给你爽一下啦。先拿走气炸锅，好不好？小朋友的都还有，小朋友都还有。现在只见了哦，好紧张，好来，我要宣布了。好 ，announce。好。只见两次。挑战第二次，请准备。好的，不好意思，拿走 iPad，iPad 没了。完了，雨恩，好残忍，好残忍，不要再讲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哭没关系了，爸爸买给你，爸爸买。爸爸回去买了，他除夕，没有，别哭别哭，好了，先拿走脚踏车好了。他哭了，你要准备什么？有一个拖雷弹，好，通通留着，通通留着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好，爸爸加油，过关还是通通有，有 iPad。我们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脚踏车。有啊，不哭啊，不要哭，不要哭啊！不要，有通通有，很糟糕。真的有啦，有了，有啦，有啦。贝宝贝，不哭，不哭，不哭，有。我跟你都是爸爸啦。他开
没事了，没事，好好好，加油，我们一起加油，我们一起加油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跟你讲哈，从指尖到世界一周，你只要完成的话，只要完成的话，这三样，你这个人哈，这三样通通带回去，好好好，没事没事，有嘞。我们一起加油，我们一起把手放上来，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，于珊？把手放上来，来手放上来，我们一起加油，姐姐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，我帮你们，我帮你们留住礼物，来来来，姐姐一起加油，快点来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一二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好好，没事了没事 ，OK， 没事了，你看你看，三个都在。三个都有，世界一周，爸爸成功的话，三样都带回去，好不好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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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哦！加油！我们加油，好吗？最后一次机会喽，爸爸说能不能只带哈雷？不用不用不用，给他。好，世界一周，请挑战。好难。加油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好，爸爸尽力而为，好不好？我这么做什么都没那么紧张。真的真的。送给你们好了，好好，自己去拿，自己去拿，去拿礼物，来自己去拿，珊珊姐姐带你们去拿礼物，赶快赶快，拿礼物，去去去去拿礼物，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，没事没事，阿贝后悔之前都赶快，雨山的脚踏车，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咚锵咚锵，恭喜啊恭喜，你会起来给你猜，好来来好，回去坐好了。机会去，台北妹，去好去，台北。我说谢谢主席，这个要推广到处。谢谢。哭了，哭了，没事没事。好好，爱你爱你啊，宝贝宝贝啊。刚才我们整个氛围气氛，他们太紧张，认真，他们可能没有那么紧张。没事没事，好，让他宣泄一下，好了好了，发泄一下就会平静一点。没事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事没事，宝贝已经进入到那个情绪了。好了，再来轮到 Ben， 来来来来来来。我们这个刘家，这是三个可爱的小朋友中破涕微笑，有没有？是开心吗？看到这是小朋友，就是这样，人生他学会有欢乐，有悲伤，有春夏秋冬，有喜怒哀乐，不要帮自己脱罪。没错，都是你搞出来的。你的孩子好好的在那边，你的孩子这么小的时候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哎呀，真的。我们连报仇的机会都没有。我有照顾好，有照顾。来来，这个妈妈、老公，这个挑战有机会吗？没有机会。你是白开，白开水的，那没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有啊，爸爸，爸爸很努力，但是真的有一点点难，有一点难。要先看他的诱惑大不大。看一下，来来，这个是要什么？到底要什么呢？他们要的就是，哎呦，哎呦。哇！超级天王，你来坐坐。还真的是哎，欧式天王按摩椅，你来坐坐。你干嘛坐？小可，小可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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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感觉一下。先感觉，因为可能会没有。先感觉。怎么可能会没有？搞不好人家就做到。哎呦哎呦！哇！而
且还买这种粉红的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个一个也要一二十万吧？舒服哦，差不多哦，跑不掉，跑不掉，跑不掉哦，有华仔的感觉，十几万哦，华仔的感觉。好，这个是妈咪要的礼物，啊 ，Ben 哥要的是那个 GoPro 最新款，对不对？而且是组合 GoPro 8的组合。啊，这小朋友这两个迪士尼的，对对对，乐高，乐高，一个是侏罗纪，一个是冰雪奇缘。加油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要挑战的是什么。来看一下 VCR， 什么足球挑战？什么东西啊？足球哎，很难呢。好，那我请老师来示范给你看。我们有请足球教练。教练好，教练好。等一下，脚背十五下，这个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踢过足球，这个有很难吗？看一下哦。因为你不穿鞋子的话，对你来说会比较难一点。你如果可以穿鞋子的话，其实会容易一些。是这样的，有没有？我应该十五个吧？没有很难嘛，对不对 ？OK 的 ，OK 的。我傻一点了，怎么弄？你踢球的位置大概在靠近地上的位置，像走路。你的脚在下面等球，你看我的脚几乎没怎么抬起来，我的脚是贴地板的，啊，快到地了，我才踢。加油，好不好？享受我们的乐高。而且他这个只是练习版的，真的是不能碰到地上，因为要一直踢，一直踢。享受我的按摩椅。我一直很加油了，我很努力了，好不好？问题比较严重。明显，左脚没有走出去，你的左脚都已经打到脚趾头前面这边而已，没有走出去。我也想走出去啊，我走不出去啊，我怎么办？我很想走出去啊，我很想走过去啊。啊，再来膝盖。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可以的啦，因为地板比较滑，随随便便都可以20下的男人。对，有没有？要连续五个就蛮困难的，太难了啦。那再来头嘞，头要怎么顶？头的话就是用我们的额头去顶这颗球。额头不是头顶吗？不是，这边你看不到球，这边看不到球，所以要看着它。对对对，你要抬头看着它。Oh my god。对对对，我是五个而已嘛，来，而已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为什么可以这样？这太难了啦，太难了。好，别人试试看，那我试试看。有没有三个？三个，三个。你好危险哦，这样把俊教联盟打烂怎么办？三个。儿子要睡觉了，爸爸还在练习，真的。各位，你们让我练习，好不好？让我练习吧。让我专心练习，OK。试一下，这个总共三关嘛，对，三关一起完成，脚背十五下，膝盖十五下，头五下，脚背开始十五下，嘿，一二三四五，好简单哦，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膝盖十五，还可以直接换的，当然啦，膝盖十五下，一二三四
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脚背在十五下。人家顺顺的头五下而已。头来几下，我们看看哦，好像看几下。四五。哦，好。哇，这张还炫技炫技。来来来，好的，挑战准备开始。啊，那么快？都加了。第一关，脚背踢球十五下。马加油，先加油。请准备。爸加油，爸加油，爸加油，爸可以的，爸可以的，爸爸可以的，爸爸可以的。太难了啦！彩排，来白开水，给爸爸加油一下。爸爸加油！哭了。帮我加油！不要哭，先加油，先加油。白花油，给爸爸加油一下。这里看不知道糖玩路，这里加油，爸爸加油。加油 ，OK， 好，乖，没事，正式开始，正式。刚刚在彩排，白开水太早哭了哦，太早哭了，我们在彩排 ，OK， 好，脚背踢球十五次，哭错时间，请准备。可以先从膝盖开始。不要害怕 ，OK。三下，好，现在可以哭了。白开水现在可以哭了。先从头开始吗？头开始，先从头。对，反正他没有说顺序嘛。他头比较厉害，他头真的比较好。对，他没有说顺序嘛。我觉得，但是呢，因为也经过了两次，我想我们的容忍是有限的。这太难了啦！我必须要先拿走刘德华。为什么？要你先拿走 GoPro。小哥，不要再让大人哭了。小孩都已经。是你自己做的，对对对 ，GoPro 拿走，好不好？好了 ，GoPro say goodbye 了，爸爸的礼物没有了。准备，头部五下，头的。爸加油，爸加油，爸加油。二三，谢谢，都是三下哦。好的，正式拿走。刘德华，再怎么样你也应该是拿什么？拿乐高？没有，自己用的。乐高还在，白开水，乐高还在，好吧，乐高还在，还在。怎么抢戏啦？抢拍啦？白开水好厉害啊！白开水，他一个人哭的比三个人大声呢。白开水，不然你决定，你觉得要拿走什么？你觉得要拿走什么？没事没事，他比妈妈啊，拿走什么？还是妈妈拿走？各位，先拿走。最后剩下两个乐高的机会。好，有两个乐高，有乐高。你只要选择其中一项。过关都可以拿走两个乐高，好，还有乐高哦，乐高还在，还有乐高，不在乎啦，好，还有乐高，你三项你选一啊，我选一个，我觉得你头哎，过关就有乐高了，我觉得你的头比较稳，头下，老公加油，来加油，阿Ben，把乐高拿回家，一起加油，来给爸爸拥抱，哎呦，怎么那么感人啊？这白花油，我们才要谈欢乐的吧？来来，好，挑战头顶五下可以获得两个小朋友的乐高。乐高有，因为挑战的内容并不是太困难，成功带走。没有成功的话，我们是真的乐高会拿走，关上窗帘，好不好？请挑战。王家辉启行狮子大开口，还未出战便遭遇不测。他们一家人想要什么样的礼物？不是已经有一台了，还要啊？啊，这个车子是不嫌多的。哎呦，启奇，你冲啥？流浪包，十几万哦。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十种挑战，我可以透过唱歌的方式，唱到哪一句的时候是几秒？走，一同去郊游，就跟你过来这样。还没有比现在哭。